前行越来越远，走过每日，亲眼证实世界在变质，围墙越来越厚，光天与化日，怎么心会开始变黑？最美的一幕彻底删走我，再不可失去什么，便无惧代价与结果。无人会问我有没有真的快乐，时间若到了便转身离座，无人信任我，我没法可说清楚，迷雨渐爆破，谁亦没处躲，让我消失以后，谁会念着我？我是想着劫个僆仔，逼他拎翻本数簿出来救阿红娘。你同我都是正直的爸爸，仲是手足，你可不可以暂时帮我照顾正直？但正直当真我是黑社会。你爸爸同兰兰姐姐都咁信爆尸，佢点会是衰人啊？你都唔系好人，你帮坏人嘅。何浩洋寻日认咗罪咧，佢有个条件嘅，佢要求警方唔再告诉社其他成员。有小道消息话你个中文叫魏俊峰，背后嗰间公司就系叫做 Eternity。魏松山，长兴前任首长魏德信个老豆。陈欢喜对长兴咁大仇，佢随时都杀咗魏山，你仲等紧啲咩啊？不如解決咗佢一了百了啦。總之你聽我 order 做嘢得啦。既然你有證據證明嗰個司浩正係黑警，點解你仲要離開警隊？你就係嚟查我嗰個 UC 啊？上頭話有個卧底失咗蹤，應該關你事啦。早晨。喂，你啱啱翻嚟，咁快去边啊？谂住买啲嘢饮啫嘛，同你买埋。你个伤点啊？每日几好啊？你唔休息多啲，你个伤都唔轻噶。我挂住你，想翻嚟见下你啊嘛。讲下笑，喺屋企咪盏乱谂嘢。回嚟做下嘢，分散下注意力好啲嘅。咁你单 case 点啊？我谂我单 case 都可以 close file 啦。咁有信心？揾到证据啦嘛。不过都多谢你信咗我先。清者自清，不过都谂住同上头讲，帮你做证。Thank you。其实呢一句 thank you 系应该早少少同你讲嘅。如果唔系你，我谂我都死咗啦。同埋都争你一句 sorry。嗰日绑得你咁紧要。我都不想看住你死的，不过我真的有想过跟上头投诉你的。你那次啊，绑到我周身都酸晒。你想我怎么赔罪啊？因为我跟你做一个 body massage。哇，好像我蚀底比你多一点。咁因為我蝕底啲俾你啦，你同我做翻 body massage 啦，好啊？啊，我都係翻嚟做嘢先啦。
Lena。单 case 完咗之后，有咩打算？我听日就会翻去内部调查科。内部调查科。OK。徐天堂，你被懷疑牽涉入一單殺警案，請你跟我哋翻去協助調查。你同司徒正係咩關係啊？我講幾多次你哋先肯信啊？我唔識司徒正啊，我有片證明噶，串通黑社會嗰係佢啊，唔係我啊。你為咗掩飾罪行，殺人滅口係咪啊？你唔好亂講嘢。我冇手黑，亦都冇殺人啊！而家俾啲時間你，諗完再答過。Madam， 徐天堂係無辜噶。呢個任務已經完成嘅，呢度冇你嘅事。Madam， 你聽我講啦，如果天堂真係黑警嘅話，佢一早殺咗我啦。真正嘅黑警係另有其人啊。佢冇殺到你，你就認為佢係好人，幫佢求情。你係咪患咗嗰啲什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？Madam， 事實擺在眼前 ，Wing 牆都可以做證噶。真正嘅黑警係另有其人啊！做咩咁幫佢啊？你中意咗佢啊？你同佢上緊床啊？大家都係夥計，你做乜嘢要殺佢啊？大家都係夥計，你想點我知嘅？你隻老母老母問你嘢啊 ！Madam 啊，你放過徐天堂啦，我再幫你揾真正嘅黑警啊！咁易俾他人呃上床，我点信你啊？我都唔知道你系冇脑定系淫荡，不知所谓。你救你嘅嘢做晒全我啦！我而家唔同你玩啊！反正我讲冇人信我噶啦。有几多人证明我系无辜都冇用啊！成日话我黑警啊嘛！你哋搵我解释黑警啊！我而家唔到啊！我本来真系谂住劈炮唔捞嘅。好彩禮 Sir 佢肯信我，佢同我講：既然你都唔想留喺警隊，不如幫佢做啲嘢。所以你就做咗禮 Sir 嘅卧底啦？可能係我自己唔甘心啦，唔肯認輸，想證明俾自己睇，終有一日都可以翻案。禮 Sir 真係好可靠。可惜啊，好人通常都唔长命。呢啲咧系 Wing 长同阿Luan啲落簿，佢哋虽然唔喺度，但系里面全部都系你嘅记录，你翻嚟保管。其实我一路都查紧，但系查唔到啲乜嘢嘢。到而家都话唔到到底系边个寄俾我，点解要寄俾我，同埋背后动机系乜嘢嘢？有冇咩线索啊？徐天堂，冲动啦！
你而家辭職，咁啊，即係代表你身有事。佢哋放得你，即係佢唔夠料 charge 你。就算上頭唔信你，我都一定會諗辦法幫你平反㗎。做咩啊？你諗住唔做警察啦？我做卧底，揾條命嚟搏㗎。到頭嚟咧，俾你自己屈翻轉頭，咁我仲做警察嚟有咩意思啊？既然全世界嘅人都唔信我，我亦都唔需要再留喺呢一度。全世界唔信你，但我信你啊！我会连累你噶，任务已经完成噶啦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放个长假先，去欧洲，好吗？星期咧要去泰国做个 mission， 我唔知几时回翻。如果你想去欧洲嘅话，你自己去咗先啦，唔好等我。就系咁啫，一系咁啊。等你做完个 mission， 再带我去泰国多一次，咁咪得咯。讲真噶，难离去，难留低，原来相差得太多，岁月曾陪同过，怀疑不可以是我。从未擦亮的火，从来未放低过，就像你我很近便有灾祸。谁明我为什么难忘消失的最初，祈求可成全我，成为你最后的歌。前事已被删走，连同密码都改过，若是你我前进被隔阻，悬崖上我愿和你相拥在跌倒。先生要咩？二人优惠套餐唔该。好啊，多谢晒。好多人同我食过一次饭之后就冇下次，二人同行优惠都唔系咁易赚。饭始终要食嘅，我谂佢哋嘅转数唔够你快啫。仲好啦，无谓嘥时间。我都觉升到啊，入正题啊。上次枪战现场，人面辨识系统确认咗系周文鼎。陈欢喜条靓，陈欢喜嘅对头人系边个？大家都好清楚。你估呢件事系咪同 Eternity 有关？要咩原因我要同你透露任何嘅情报？有人嘅地方就有利益关系，我未放低筹码啫。呢个华容道嘅版本你都有玩过，斗快啊！输咗嘅答我问题。第一，你开出嘅条件同情报嘅价值完全系唔对等。二，你冇可能追到我。我记得你上次嘅记录系45秒，呢个时间我都做过。仲有啊，呢只 game 香港好少人玩嘅，揾多个有份量嘅对手，咪当赚咗咯。喺 marketing 里面咧，多数次货先至要 hard sell 嘅。
你又未驗貨，點知真定假？你怕輸？你贏我唔到，但我都冇輸啊！打成平手，我唔使答你問題啊！唔使咁認真嘅，我都冇諗過真係同你鬥。係啊，咁你點解釋 SIA 嘅做事作風啊？一直以嚟係蘇副局長想同 CIB 鬥，我麻麻地。不過我承認，我都覺得 CIB 嗰套有啲舊。我唔認同，我哋一直有高科技 support。而且我哋的破案率有升无跌。CIB 依赖人手调查和分析案情，讲真啦，将来睇大数据噶啦。你知唔知啊？外国有银行甚至乎用客户的手机使用量去判断信贷评级。数据唔系绝对啊，分析得啱唔啱，最重要的就是资讯够唔够精准。仲有思维模式 ，CIB 习惯逐单案逐单案去睇，黑白界线分得好清楚。但係其實有時為咗最後嘅勝利，應該睇個大局。好似華容道咁啊，如果東吳有遠見，同敵人屬漢結盟，我諗歷史會改寫。一個國家有腦有實力，唔需要靠人都可以將據點逐一擊破。SIA 同埋 CIB 完全係兩個 system， 睇下到時邊個派得槍。Eternity 就好似曹操咁，係一個好難搞嘅對手。歷史上都有赤壁之戰啦。結盟對 SIA 同 CIB 係有好處。SIA 就好似東吳，不嬲都係咁自大，點會睇得起我哋 CIB？ 你放心，我唔會忘記 CIB 入邊有個諸葛亮。合作雙向嘅，不過好可惜，主導權唔係 SIA。留俾三顧草勞，就係憑頭先你講嘅嘢，我完全感受唔到誠意。講到誠意，使唔使請你食多兩次飯？字典有解釋喎，自己翻去睇下。哦，呢度啲 lift 有咩特別啊？呢種型號原裝配件，早幾年前已經停咗產。其實維修多幾次，都唔係同一部 lift 啦。即修斯之船。你都中意 lift 㗎？俾啲嘢睇。哇！有個咁嘅 page 㗎。我開的是介紹咧搜羅全香港之最的 l i f 啊，真係咩型號都有喎，最大、最窄、最快、最慢、最長、最短距離，連運珠的 l i f 都有。係啊，未見過咧。可惜啊，香港欣賞 l i f 文化的人太少。都有嘅，有人 like 我個 page 嘅。呢個人咧叫阿 Kai。每次出鋪咧，佢就秒 like 啦。不過兩年前嘅事啦，真係好多款支持制嘅喎嚇。係啊，我記得我細個嗰陣咧，每次搭 lift， 每次聽到人哋嗌 G 樓咁，我就覺得好搞笑，因為 G 同我個名字 G 係同音，我仲以為佢哋嗌緊我個名字。哦 ，Madam G 嘅名係咁嚟嘅。呢一個咧係50年代個冬菇仔，如果你要撳 lift 嘅話咧，就撳佢落去，撳錯咧掹翻佢出嚟。咁得意？喂，拎嚟幫我睇下。我冇噶，圖嚟噶咋。其實我 po 出嚟咧就想問人收，不過冇人應機。但我曾經喺啲拍賣網見過，但到最後一秒都俾人 bid 咗了。我記得你話過，每年破你華容道記錄嗰個都好似叫阿 Kai。我都有懷疑過，佢係同比拉同一個人。咁即係話呢個阿 Kai 一直陪住你，消失咗兩年啦。哦，你先走先，我想繼續。我陪你。点解？我扮买家接触韩建义嗰阵，个代号叫克莱恩。克
來恩平 ，kind shall Sasha。所以我都係 kind。可唔可以轉賣俾我？三倍價錢，建智請 PM， 唔該你。可以，明天交收。韦生，你是泰利斯，没错，没错。不好意思啊，离迟了少少，因为刚刚回来香港，所以在家里找了很久，都找不到你需要的支持仔。我一系咁啊，你找翻之后再通知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你办一趟，不如咁啊，我请你饮杯嘢，代陪嘴。好少男士会饮花茶噶，花茶唔单止可以叫你饮。仲可以嚟欣賞，你覺唔覺得而家好 relax， 好治愈啊？係咧，點解你要買個朱字嘅仔？我想送俾個女仔。喺呢一段時間，你應該。付出咗好多，系。你记唔记得之前你做过啲咩？你之前做过啲乜嘢？你一定记得。对不住，可能工作压力太大。唔紧要，不过你令我谂翻起我一个朋友，无论佢讲嘢嘅方法同埋样，同你都好似。而你需要嗰个 G 字嘅掣，其实我同佢帮佢保管。喺两年前，佢个上网 bid 翻嚟，目的都系为咗送俾个女仔。有冇咁巧嘅？佢喺最重要嘅时候佢离开咗，所以送唔到俾个女仔。我真的很有誠意想得到個資仔嘅，佢係物主，我諗都要征求佢同意嘅。不過可惜，我都唔知佢幾時會再出現。你可唔可以幫我聯絡佢？又或者佢叫咩名？克萊恩 ，Kai。都是 kind， 我記得你好像話過，每年破你懷孕度記錄嗰個都好似叫 kind。我都有懷疑過，佢係同比拉同一個人。咁即係話呢個 kind 一直陪住你，消失咗兩年咯。而你需要嗰個 G 字嘅掣，喺兩年前佢個上網 bid 翻嚟，目的都係為咗送俾個女仔。你可唔可以幫我聯絡佢？又或者佢叫咩名 ？kind。我一路都唔知點打開個木盒，
唔通个密码就系 Kai K L 二 I N？ 因为 G 同我个名字 G 系同音，我仲以为佢哋嗌紧我个名字。咩都唔知，粒仔喺我度嘅。我扮买家接触韩电业嗰阵，那个代号叫克莱恩。克莱恩平 ，Kai Sasha。所以我都系 Kai。Why Kai？ 个侄仔仲未翻嘅，会荡失路啊！你放松啲啦，行呢日日啊，接佢放学啊，又点会荡失路咧？哎，老板唔好意思啊，头先啱走咗班车，累到你哋等添。唔紧要，我唔好意思啊，真啦，成日麻烦到你。哎呀，冇办法啦。阿女 Sir 咧，佢而家又受咗傷，都唔知幾時先翻到屋企，咁啊真係麻煩你睇住阿侄仔啦。啊，仲有我聽日咧就同我老公去旅行，咁我下個禮拜先翻嚟噶啦，咁麻煩你同佢睇住侄仔啦，真係。冇問題。好啦，咁我先走先啦，咁有啲咩 call 我啦。嗯，唔該曬。嗯。點啊？今日翻學翻成點啊？得唔得功課啊？可能佢未慣啫，不如我哋出去買啲佢中意嘅嘢食翻嚟咯。誒，有啦有啦。喂，有嘢食。哇，你最中意嘅芝士漢堡喎，嚟啊！食完先睇啊！做乜熄咗我電視啊？唔乖嘅小朋友冇得睇電視噶。侄仔，你乖啦。老师同你爸爸都一样好锡你噶，佢系坏人，我爸爸系好人，佢点解可以同我爸爸比啊？静静。VIP 房嚟噶吓，要我嚟做生意噶。侄仔你乖啦。喂，锁匙咪喺你间房嘅，去攞。算啦，小朋友阵间拖我会出嚟噶。啲小朋友唔中得噶，越中越曳噶。得啦，你快啲食嘢啊，阵间行到咗冇时间食啦。喂，娜娜，你而家得唔得闲？有啲事要催出去，可唔可以过嚟帮我睇住静静 ？OK 啊，冇问题。唔该。米莎。我哋而家去边啊？去到你咪知咯。
知唔知阿侠揾我哋咁急咩事啊？我都唔知啊！我一收到佢发俾我哋嘅定位，我就即刻联络你。佢停咗落嚟。佢停嘅地方附近系 SIA 大楼，唔通佢哋嘅目标系 SIA？妹妹，车后面有支枪。转头他剧会响门口出嚟，你识做嘅咧？佢哋停咗喺 SIA 大楼咁耐，照咁睇唔似踩线咁简单。佢哋揾魏重山，点解揾到嚟 SIA？ 喂，喂，白痴啊！你系咪同直仔出咗去啊？佢唔喺度喎。佢唔喺屋企咩？我揾晒成间屋都唔见佢喎。唔通佢离家出走？你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讲低啲咩啊？我出门嗰阵时佢咪瞓咗啊！我而家行唔开，佢可能去咗行医，定系你细佬度啫。我搞掂之后过嚟揾你啊！唔该晒。发生咩事？冇事。坐嘅，阿奇，开枪！喂，沙，佢系 SIA 嘅人啊，我哋捉佢翻去，对我哋有咩好处啊？开车，出上，真唔紧。成个过程睇得出系顺风精湿筹，证明韦作明对二枪人田有一定嘅价值。短时间内应该唔会有生命危险，我哋翻去详细部署下。我通知咩都唔知。点解要捉我嚟？你问下自己之前做过啲乜嘢？我谂你连自己系边个自己都唔知，记得吗？
员。如果半个钟头内找不到人的话，就会派 Heat 救人。我看看你 Eternity 彩虹世代应该有大量的高端武器和精良部队。上次和陈欢喜他们大规 Eternity 的资料我早熟读了，不需要你提醒我。现在上头上个保安局知道之前 take action 救人。他们未通知保安局。M Chan 只挂着抢工，冇考虑到为作用嘅人身安全。阿 Sam CIB cook message， 你哋放心，韦作荣暂时冇生命危险，我会暗中保护佢。有个好消息，头先魏俊峰打咗个秘密电话，终于证实到佢背后真系有幕后话事人。我建议你哋行动之前，尽快揾到话事人位置。咩咁知？好时机喎！我会即刻通知上头改变计划。而家我哋有因天合呢个实时 GPS， 就可以知道 Eternity 嘅位置。我会24小时派人监视住。好啦，讲到咩？我即刻过嚟。唔好意思啊，你倾住先，有事就先。咪住！警察通例，冇上头许可，你系唔可以擅离职守。做 warning letter 啦。史家强，你睇佢心事重重，一定有嘢等住佢做嘅。阿 Praiser 是評核員工工作範圍裡面的能力，沒有一陣是叫做酌情處理的。好少我看到 Madam 知你這麼緊張的。緊張為作榮。我跟他玩華容道打成平手，這麼久以來只有兩個人是跟我同 level。原來是這樣。不過我們 Madam 知智商爆棚，一個人都可以分析到所有的數據，想埋最完美的 solution 去救韦作荣，冇爆窃，冇问题啊！林口，点啊？揾到证证未啊？原来女 Sir 上次做完脊椎手术之后情况唔稳定，寻晚再做第二次手术，麻醉药都仲未过。我问晒所有病房啲护士啊，但系都冇人见过侄仔。其他地方咧，揾过未啊？我去个学校、足球中心、附近花园，甚至连行姨屋企都去埋，揾咗成晚都揾唔到啊！佢一个细路仔喺出面，担心佢会有事啊！只系当我唔好啊，我唔应该自己责任推晒俾你，我就挂住做自己嘢，身边人都唔理，我做得唔好啊！你唔好怪自己啦。虽然你冇讲过，但系我相信你一定有更重要嘅事去处理。多谢你。依家最紧要系揾翻侄仔，虽然仲未过24个钟，不如我哋报警啦。揾咗个朋友帮查，我就问下。华德，有消息未啊？喂，我啱啱想打俾你，我查到呢张儿童八达通卡嘅记录，十分钟之前喺地铁调颈岭站 A 2出口出咗站。在那里啊！正仔，直仔，小心跌亲啊！唔好跑啊！野兔，啊！我个汽水啊！挂住罐汽水，细细个人离家出嚟，今日翻去。我唔走啊！唔走啊！出面好多坏人噶，行啦！我唔要啊！阿明。我要我做爸爸，原本我买咗你中意嘅纪念品想嚟探你，不过俾嗰个衰人整跌咗。衰人啊！衰人啊！衰人嚟噶！衰人啊！好啦，你想唔想你妈咪唔开心啊？但系打人系唔啱噶，成晚冇瞓。妈咪一定好担心你，你上车唞唞好冇？嗯。
一个是我没停留，藉口是有缘还是没有？刚刚想要抽身，又再留后，是爱情还是追究？我跟踪着你没回头路走，直到没营救，午夜全无白昼，但我已没法子放开手。想抽离，为何越沉越深？被你什么吸引？我没法讲，请不要再问。天生理性未曾犯禁，却感性的走近，放到连接。